嘉奖，莹莹，把客人招呼好啊。心愿手来了呀！哎呀，姬儿可是有何烦恼之事呀？来了这南湘院的难以展颜一笑，想必是大大的烦事。嗯，这院子里就你们两个冰雪聪明，兰心慧质。 一眼就看出来，我心母亲是确有烦恼。去，拿刀来，斩了这一头情丝，斩了这一头烦恼。小娘子请留步。对，就你。接下来，心母的心情就该大好。 院子里来了新姑娘，你们也不帮着辛某推荐推荐。新院手，她不是新来的姑娘，她是不是新来的姑娘？让辛某看看，才算。来，哎。 我来兰香院已有些时候了，算不得是新姑娘。你是新院手，可是清明书院星子燕新院手。你这是让我求之不得呀！那辛某只能辗转反侧。不错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新名子燕新院手，正是在下姑娘倒颇有些见识呀。一个教圣贤书之人。 怎可做出如此失礼之事啊？难道说到了兰香院就可以忘了君子的德性，对姑娘们肆意妄为了吗？圣贤书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，食色，性也。皆乃圣贤所言，何来无礼呀？你问问周围的姑娘。 我辛某何时肆意妄为，试过君子之德？只怕是山间野，不配我辛某联系合伙。山间野花，庭院牡丹各有风姿。风姿？新院手，你怎会如此狭隘？狭隘？你饱读圣贤之书，怎么都不知道这天地间的妙趣？妙趣。 文明，不如见面啊！哎哎哎，等等，好一张利口啊！你说辛某狭隘，那好，今日辛某就跟你直言相告。世间万物，我辛某所好也不过那么几样。你这话说出来，姑娘听也听不懂，见都没见过，岂不尴尬？那不如你说来听听吧，说不定本姑娘我正好有辛院手所好之人。 好大的口气啊！那好啊，你来。好，来。新院手，好。那辛某就告知你我这所好之物。 姑娘若是今天拿得出来，我辛某甘当无礼之责，与你鞠躬致歉。若是拿不出来呢？自然任凭客人处置。嗯，都听见了。那好，你听好了，这天下万物辛某所好之物如下。 不上不下，无根水；不前不后，四季花。又乌又青，人中宝；又软又硬，人人夸。姑娘，拿得出来吗？ 不急，啊。
新院受如此捉弄你家小狸猫，你还不赶紧想想办法？他没有捉弄啊，他要的都是一些平常之物。那不就是？是谁？真亏你想得出来。可不知道你家那小狸猫要如何应对？他当然能应对，不然怎么能做本王手中那枚重要的棋子呢？ 新院守，请用茶。这是何物？拿这个来打我，这可不是我想要的。如何不是？新院守，你尝了就知道。 此水如此冰冷，还有一股怪味儿。你要跟秦某说清楚，否则那我可真的要肆意妄为了。无根水天上雨水也，不上不下无根水，只为曾落地的雨水。此茶正是以这样的水泡制。四季花四季盛开之花便是海棠，不前不后四季花，冬春不取，以秋季海棠入茶。嗯。 又软又硬，人人夸；水是软的，冰是硬的。冰水又软又硬，似海棠花茶，当以冰水冰之。又乌又青，人中宝为什么单单要跳过去啊？你真想知道？啊？当然，讲得出来吗？你试试。我是这么想的吧。<笑> 金院士，你听听看，对不对吧？人中宝，初出诞生之婴儿也，你可赞同？婴儿嘛，人人心中之宝，赞同。轻者，初始未染世间尘埃者，你可赞同？可作此讲。污者，人之排泄者也，你可赞同？ 此言何意啊？又污又青，人中宝，新生婴儿诞生世间，第一抛童子尿也。童子尿，这恶心！难怪。秦院守，你可满意啊？ 年龄。你不是自诩再世诸葛吗？<笑><笑>
怎么被这小狸猫给捉弄了？哎呀，原来想把喂它一下，没想到被它给为难了。你还没明白啊？明白什么？这可是教坊司，怎么可能有出生婴儿呢？没有出生婴儿，怎么会有第一泡童子尿？可是尿中却有异味啊。 哦，是吗？会不会？哎，不说你这小狸猫了。妹妹，你怎么能给它喝这种东西？哄它吧，只是放了些西院墙角陈年雨水、欧兰的柴草刨出的水。再说你们兰香院哪里有什么新生婴？上哪儿给它找童子尿去？不但心意相通，这鬼主意一个个的，还真是般配。